Amy，明天晚上是我自己去机场，还是你们会来送机？几点？所以我的飞机大概是晚上，今天七点左右，距离飞机的时间还有差不多六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那我现在就要准备行李，等一下就准备出发了。收拾完行李后，准备要出发了。今年绝对是转折最大的一年。出发。别气啊，你这个很重哎。经过了13个小时的飞机之后，然后终于降落到了多伦多。那我们现在要先拿行李，拿完行李之后就去找 Tina， 准备回家休息了，好累。12 o'clock at night, welcoming in.